如果我俩有幸一起成团的话呢，我觉得我之后还会跟他住一个宿舍。思念一夜之间悄悄爬上我裙边，每一天每一天彻夜难眠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们去了四楼结果没有我们俩名字怎么办呢？这就再见了吗？你肯定会上升相信我。遗憾就像漫天飞舞的飘雪，为你日夜堆叠。刘星，你没事就往我床上爬呀、咋的了？我孤独。如果他没有跟我一起成团，我会觉得这个团少了点什么。遗憾就像漫天飞舞的飘雪，为你日夜堆叠。我把徐艳给开了，哈哈哈哈。徐不用带我们去。特别